搭飞机，或是有时候去做一些镭射除斑的时候，然后因为皮肤会真的是处于比较干的状态，对，所以用他们的这个基底，对，土台的意思不是土台客哈，在日文里面是基底的意思，就是让你的皮肤有很好的基础，然后让你的这个水分能够有很好的保水度，是，对，哇，它有碳微米的这个气泡嘛，对，所以你在用的时候会凉凉的，有一点，你会感觉到你的皮肤在吸收它的产品，这样深入到基底，而且它土台是针对皮肤，甚至新版还有1.3倍的吸收力，没错，对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美容仪升级版来做急救吗？我会急救加按摩，因为有时候按摩会增加它更多的这个吸收度。对，原来如此。那我想亚伦的研究吧，如果看一个人皮肤好不好，你会看什么部分？先看它的光泽吧，因为皮肤不一定要白嘛，有时候这个晒太阳的时候也有健康的小麦色，但是重点是你的保水度要够，因为保水度要够，你的毛孔才可以比较健康的活着。是的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其实进了，对，所以亚伦准备给妈妈什么样的好礼呢？刚才访问可能观众没听到，就是先带妈妈去吃一顿饭，好好的陪陪她这样子。对对，其实长大了之后，我会发现家人的情感是很难以割舍的，密不可分，然后也是真的很需要你花很多心思在上面的。是，所以除了吃一顿饭，当然会希望给妈妈好的东西了。对，那我这手上这一个IP 土台，就希望可以让她，因为她很重视保养。原来如此，他也很喜欢保养这件事。他比起化妆，他更喜欢保养，更重视皮肤保养，所以应该会把这个带回去给妈妈用。有，刚刚我们私底下来看你，那担任这个一日店长的这个使命，您觉得今天现场大家的这个参与度感觉如何？参与度啊，对，对，一往如常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就是手机跟手都很酸，然后放不下来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该盛装打扮的每个人也想尽办法。有一些盛装到我真的是觉得，亚伦是来参加什么婚礼？是不是？希望是他跟你的婚礼，有没有？